青山子，青山经，有咧香港三尖之一，即系好靓个草。嚟过呢度好多次，多数都系一边行山啦，一边写速写啦。即系佢每行一个高度咧，咁佢就有一个唔同嘅景象同埋唔同嘅感觉。所以如果咧你寫畫咁出嚟寫出嚟，最好就喺度就感覺，或者睇嗰啲木呢個木棉樹好靚。佢如果開曬啲木棉咧，好犀利，一片紅當當。所以屯門好多好地方，嗰陣屯門香港都好多好地方。咪第一樣嘢，你出唔出去行，出唔出去採風啫？所以啲野外地方咧，有好多嘢咧，就令到你咧，真係一個好好嘅靈感。因為點解講嗱，入面嗰扎咧就金竹，啲金竹咧少啲嘅，因為呢香港係比較少見啲嘅。咁嚟講咧，就以前我細細個咧，惠州就好多件，嗰啲竹咧係金色，我哋叫金竹。好靚啊！呢個咧，直頭喺山頭入邊野生咧，佢嗰個趣味性咧更加好。嚟睇下啲藤咧，有啲攣藤，幾靚，係嘛？好似草書咁，係嘛？即係佢好有野趣，佢係穿插中橫，咁佢根本上嚟講唔係一個人工培。培植都冇經過修剪，經過風吹日曬啊雨淋啊，而產生嗰種嘅自然嘅味道。但自然味道入邊嚟講咧，佢又嚟講咧就話，你如果睇到佢嗰個虛實侵啊虛實對比啊，同埋咁啊好自然嘅一種嘅狀態。所以我咧出野外嚟講咧，好多時講咧，你採風就係咁嘅啫嘛。我唔一定揸支筆去畫噶，我可能影相啦，我可能去感受啦，或者係講咧企度觀察啦。佢喺個唔同嘅光線下，同埋一個咧就係唔同嘅環境下所產生嘅一種趣味。而家冇開花，開花好靚啊！一串住一串好靚。上到呢邊咧，唔同嘅位置咧，有好多唔同嘅景，好靚嘅時候真係好靚。你望出去話有海有山啦，好多高樓大廈啦，係嘛？我有時咁畫嘢，係嘛？咁我攞個大後稿咁啊，之後點嚟執一執，幾過癮㗎。即係好多構圖，你接觸得多嘅時候講咧，咁變咗嚟講咧，你喺你生活中嚟講咧，你係有咗嗰個概念啊，或者可以用概念嚟講，又或者可以用一種習慣去講，因為你習慣咗嗰個隨時做到個構圖咧，咁變咗嚟講咧，你真係你揸張紙個構圖，即係唔係好難搞嘅嘢，係嘛？嗱，呢啲整嚟講咧就話工多藝熟咯，就我覺得嗰只工多藝熟嘅，係嘛？咁你想去表達，想點去做冇問題噶，做都得，所以中意做就得噶。我先覺得就係，即係只係講咧，你係你個人係對呢樣嘢個興趣大嘅時候，你根本就好多嘢好容易解決。
要做一樣嘢，如果你唔好話好好有前設性咁去諗啦，就啊我畫到呢張嘢，我要點要點嘅時候咧，咁啊咁啊嚇難啦呢樣嘢就。誒有時候老實講，個結果大家點知嘅？大家都唔知個結果係點，係嘛？嗰個我都知道個結果係點嘅，咁啊人生冇咩趣味，啊！即係講咧就話，你觸覺喺度咧，咁你基本上講咧，嗰時你點做都似樣嘅。就所謂嘢嘅速寫又好，就算你創作乜嘢都好咧，就係講觸覺嘅啫嘛，好吧？至於技巧係點，因為你表達出嚟係點嚟講咧，就話都係你個觸覺。即係我覺得你用色又好，用墨好，用筆，總之你用乜嘢都好咧，都係個觸覺。係我觀點講，我覺得係觸覺嚟行先嘅，係嘛？咁你觸覺有美感嘅咧，見到咩都覺得靚。話我見到前面幾條嗰啲毛草咧，你都覺得好靚啊！喺個風嗰度飄下飄下咁啊，係嘛？咁佢有顏色，綠色又有少少啡紅色，係咪？真係好靚喎！但你冇呢個觸覺嘅時候，咁條草嚟嘅啫，你唔覺得咩嘢㗎？係嘛？呢個就觸覺好緊要嘅，即係你對物對美嗰種嘅觸覺，係嘛？咁你美呢個觸覺嘅時候咁。怎么说都没用的啦，是不是？你怎么吸着来写，吸着来想都没用的，是吧？你拿不到个触觉的嘛，你没有这个感觉的嘛，是吧？美的感觉不一样的，不是说即是大红大绿啊，用什么很多颜色我做什么是美的，不是的。美是一种触觉，由你的笔或你的墨或者色去表達你對嗰種美嗰種嘅觸覺，所以或者你可以用最簡單嚟話感覺咯，用個感覺，係嘛？都可以咁去體會嘅，係咪先？但問題一樣嘢，我就比較中意用觸覺呢個名詞咯，係嘛？對我嚟畫畫嚟講，我好講過觸覺，所以我中意速寫，尤其出外邊一個速寫，係嘛？因為外面出事嗰好可以培養你好好嘅對造型嘅觸覺啦，同埋對出面美嗰個觸覺啦，呢啲你感受得好好嘅。因為只有咁，你先可以做到，先培養到你自己嘅呢樣嘅嘢。呢樣嘢唔係話導師同你講啊，叫你點點去啦，咁你就可以做到嘅嘢，唔係做唔到嘅。純粹係一個你個人嗰個修行嚟嘅啫，因為你對美你都冇嗰個觸覺嘅時候，咁老實講，老師點講都冇用啦。老實講，係嘛先？老師講嚟聽，你話俾你聽點解啫嘛？話俾你聽，咁我個構圖咁，我最多係咁嘅啫嘛。但係我構圖係真就係講你話啊，我真係做得好，有自己嘅感覺，或者而家啲人最常講嘅一樣嘢嘅個人風格。那個就是你觸覺咯。有兩條飛鏡飛過，咪即刻加上落去咧，佢有一條白浪咁樣，用少少虛線攞翻出嚟，咁或者個畫面唔同咗，即係有咗個動感啊，係嘛？即係有時嚟講咧，我哋出嚟速寫咧就係咁，即係好多時好多嘢咧都你預想唔到嘅嘢嘅，那個畫面嘅改變啦，同埋突然間發生一啲嘢，或者突然間有個啲好特別嘅嘢，或者可能突然間有個馬騮出嚟都唔定嘅，咁又好，即係好多驚喜嘅。嗱，問題一樣嘢就話這個是要出來在自然的環境裡面你才可以說感覺到的，好吧？這個就是觸覺。所以出來採風呢，經常都是一種修行來的。因為為什麼呢？因為你
藝術本身係一種修行，但我個人認為嚟講就係，因為佢係修，即係令你咧對自然嘅認識啦，同埋一樣嘢對你自己個人本質嘅修行，係嘛？咁如果你藝術嚟講，你冇個平靜嘅心態咧，你好難話即係做到啲好，即係好有內容嘅作品。所以你所有作品你做出嚟嘅時候咧，就係、是。是你啫嘛，我成日都讲，写住画画，直入本性。因为你所做嘅嘢咧，就系你嚟嘅。你真正不写已经系你嚟嘅，即系唔会话。所以啲人咧写问我点样做个人风格？你真正不写出嚟已经系你个人风格嚟噶啦，冇人代替到你噶，系嘛？但问题一样嘢就话。你表達出嚟嘅嘢，咁有幾多內容咧？有幾多係你自己有幾多嘢咧？就係好容易喺作品上見到出嚟，就咁多嘅啫，係嘛？所以我就比較中意出外嘅，呢係事實嚟嘅。而且嚟講咧，出外嗰度好處咧，那個環境令到你好舒服。咁除咗上課同埋有時嚟講咧，就其他活動之外，好多時我都盡量抽時間出嚟。好似啲草咁幾靚，係嘛？嗱，嗰啲一筆、兩筆、三筆，嗱呢啲全部嚟講都係一啲筆意嚟噶嘛。咁當你係習慣用筆寫嘅時候，咁呢啲你就可以好明顯睇到一個提啊、按啊、送啊嗰啲，全部嚟自於自然噶。轉筆啊、轉接啊，呢啲全部嚟自於自然啊，係嘛？所以好多嘢咧係喺自然出嚟，所以既然喺自然出嚟，我咪走去自然咯，係嘛？第一講，一個好嘅環境係令到你嗰個人個心態同埋你個精神都係健康啲嘅。出嚟大自然咧，即係出嚟出外啊！我中意去啲人講咧，郊野啊，或者好似今次講呢啲青山啊，咁嚟行上嚟咧，睇嗰啲樹木啊，尤其而家嚟講咧，就春夏之交啦，咁佢又有啲熱啦，有啲汗咧，你行下有啲汗，你哋好覺得好舒服嘅。又嗰啲風吹住嗰嚟，聽啲風咧，咁啊吹住嗰啲植物咧個擺動咧。即係佢每一種唔同嘅植物，佢個擺都唔一樣嘅。因為點解？因為佢個過嚟嗰個品質，一個樹木嘅品質，有啲好似藤科啦，咁有啲嚟講咧就類似係好似個木啊啲咁嘅嘢咧。咁佢個除咗風嘅擺度唔一樣，但係佢產生好多美感咧，就會俾到你好多嘅靈感，係嘛？咁每一樣靈感，我咧都可以對你創作係一個幫呢啲資料嚟啊嘛，係嘛？所以好多時嚟講咧，我係比較注重。走出去，這個很重要。